是用台语跟日语的演出，那我现在开始练习台语，然后我觉得学习台语学起来蛮有趣的，因为对于日本来讲，里面有好多那个发音还蛮好发音，但是觉得又很难，因为中文的字跟台语的字有一点不一样，所以有时就看不懂，但是因为开始学台语，所以我现在还想去到里面的台语一些台语懂。就台语是这样子讲，都是有亲戚的朋友。亲戚，你说敢做吗？你说敢做吗？都会大家就稍微笑一下。敢做？因为我刚开始而已，所以。我现在可以讲的有一句，我跟你讲，我吃饱，可以吗？所以导演也到这一出音乐剧的演讲最困难的机会是在哪里？最困难的点在哪一部分呢、啊？我目前还没有开始，所以不知道。最困难的点，我觉得看你是要。把演员秀出来让多一点表演，或者是你要把故事着重在讲那个我刚讲那段的历史，我想这个可能才会是一个最大的争夺点啦。对，目前为止是还好啦，因为我觉得很好。我跟你们偷偷讲一句话，我们今天唱的东西要昨天合一下，合一下就对，你看他有多厉害。还有说这条演自己的父亲吗？是自己压力上会不会？我父亲都有讲，几乎是一个卡米萨嘛，一个神哈。我讲神太过分了哈，咱台湾来讲菩萨。我老爸对我一世人唔捌甲磕着，他从来没有打过我哈，骂都没有骂过。他就是以身作则，他用身教，他绝对不会。跟你讲大道理，他跟我讲过一句话，我非常非常清楚的记住，就是他说只要我做的事你就可以做，因为我认为错的事我就不会去做。他不说他做的都对哦，他是说他如果认为不对他就不会做，所以我对我老爸建议是不能用普通的话来形容。今天我有这个英雄会当来演我老爸角色，我是足谨慎啊，足惊吓，所以希望讲做会好，卖去拖累着我老爸安尼吼，所以我会足拍拼足认真来演这个角色。学长，因为刚刚吴老师讲起来，你听无？我听无。对啊，所以你知道会很困难呐、啊。我要不要讲一下今天这个百万的？我装了，因为我今天早上九点就开始说话，所以大概已经快半个小时，六个小时了。那这次我觉得很特别，因为这个颜色，紫色的颜色很漂亮。其实我的妈妈是京都人，然后我有机会去京都玩的时候，常常看到在街上，在街上的艺伎。我没想到这次我可以饰演艺伎的角色，然后我觉得今天的衣服很漂亮，而且后面还有今天那个老师特别帮我做了。是什么那个蝴蝶结很特别，我今天有水吗？多谢。那各位同时间来编制的那个说监制是有点过了头了，其实我也不懂这个东西，但是我是觉得说，确实有太多好东西是需要被看见，然后除了电视、电影这种东西以外，舞台这种东西，我们一般都把它当成一个
太过艺文的一个空间，其实它应该是一个很平民化的东西。那这个题材其实，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看到很多很平民的一些想法，很，我不知道，我觉得有趣的事情应该要被有更多的展现空间这样子。那舞台剧其实我是认识他以后，他才刚接触这样。那他跟我也是一样，是很爱抱怨的人嘛，就是爱抱怨的人都有一种力量，对不对？等到有一个出口给他的话，应该会有一点空间，应该会有不同想象的地方这样。所以我希望这次的机会可以让，因为我认识他，我也知道说他跟他说话的方式，然后他解读戏剧的方式，其实跟我其实都还蛮接近的，就是比较平易近人一点，所以应该这部戏观众在看会比较比较生活，都会怎样？我这样讲对不对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刚刚你讲的一点，对，来跟他讲。对啊，那你们先说的比较好，那像这个话，他的情况到现在，他的这个过程中是怎么？从唱歌判断表演，其实我跟他感觉比较奇怪，因为他在戏里面我会当他是演员在处理，可是我跟他其实很熟到我平常不会把他当演员，我也不会去关心说有没有进步这个事，平常我只在意这个人今天怎么了，他生活怎么了，他最近好不好，没有，我不知道，没有到现场，我才真的无法判断。应该是进步蛮多的吧，应该。那现在有常关心导演？当然，因为我生长听到拍摄的哥们很辛苦，然后有每天好几个人就受伤，然后希望就一在心里面一直就给一位的鼓励，然后就这样。跟导演那个芯片传资金的问题，然后有说还有说很多的传言，要在这边讲，等一下偷偷告诉你。好，我们今天先不问这个跟基调没有关的，谢谢。导演就这么讲，那为什么选择就播交换这个？我觉得这个可能问制作人会比较清楚。制作人，大家讲一下，刚我们唱的那个。学了一天学了一天，对，所以目前唱最长的一首歌，目前唱台语歌，我觉得很难，因为我已经习惯看中文的字了，所以发音完全不一样。一开始的时候真的一直不会唱，可是我在家里一直唱，然后现在慢慢学会了。那会不会先没有去 KTV 啊，唱一些什么其他那种歌曲，有没有听过唱的？台语歌，有听过，有听过。还没，我会练习。他真的在讲说，因为那个李荣浩有跟翻译本联络，他有跟翻译本联络。没有啊。没有，他最近就是有发表一个单身宣言啊，就是说交往对象就是神仙，那就是顺着台湾寻找。那有没有机会？就这样子，我是在发展。我现在要跟吴老师谈恋爱。谢谢。那我们现在的邀请呢，我们请四位贵宾先留在台上，我们邀请这次金钟奖制作团队跟我们的演员们一起出来，然后我们一起来一个大合照，让我们今天的第一场记者会有个快乐的 ending。 那我们邀请了我们做的客人带他打球，我们的亲爱的我们的黄老师，我们的所有作词啊，是我们的制作人，还有我们的亲爱的演员们，其实小朋友到这边演员，对对对，那我们大家现在靠近点，不要拉太长，对对对，好，那让我们现场所有辛苦的团队跟亲爱的演员们，来，我们先看前方，一二三四五。
好，请帮忙再看大家右边的视觉焦点，右边的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大家再一起看我们左边的朋友，谢谢。好，请大家热情的掌声，我们再次谢谢我们今天。